呢座红磡体育馆同东区走廊，我有份起嘅。喂咧，全靠我中三之后入建造业训练局学嘢咋？佢哋嘅技术课程既免费，仲每月有津贴，将我训练成才。一出嚟就大把人请，人工仲嚟建造业训练局学一技之长，出路好，收入高。喂，我想同太太揾搭靓楼啊！